三年前在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英雄奖的《王权就坐团圆》将于9月19日中秋档期上映。9月15日该片也是在上海举行了超前点映，导演王全安携主演卢燕、莫小七、林峰、马小晴、徐才庚五大主演的超强阵容与上海的观众恳谈交流。莫小七在团圆中的扮相相当清新，跟现在性感女神的形象可谓判若两人。不仅如此，作为一个北方女孩，莫小七还特别花费精力练习上海方言，力求神似片中那位青涩的外孙女娜娜。就说那封信来来回回念了一个多月，总算很有感情的用上海话把它完完整整的演了几遍之后，导演说可以换普通话了。所以其实就是这每天点滴的积累吧。有的时候导演他不太喜欢演员去预设这个角色应该是怎么样，每天很多时候我们到了现场才知道说今天的剧本是有什么样的调整，台词可能都是新的，所以他喜欢你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状态里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是跟拍文艺片和拍商业片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此前李晨和张馨予一年恋情告吹，作为李晨好友，莫小七无奈地表示自己还暂时没有联系上李晨。我有打过电话，那几天关机，那几天可能在纽约吧，关机。我想可能等一会儿还是会再打一个电话看看。在你们看，就是他们，就他跟张馨予的那段情，你们身边的好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在一起就祝福，分开也祝福。